other side. You're calling me up at the same time. I'm in the daylight. You're calling to say hi, but your words they cry. If there's something that you need to say, I know it ain't easy living inside your brain for sure. You keep telling me that it's all okay, but I know, yeah. Your silence speaks so loud.我要补脑，这样看。那核桃它如果没有用甜甜的，我觉得吃起来会有点苦。不会很甜。但是蜜汁腰果，我跟你讲，这个放在那个豆皮寿司上面，哦，超好吃。这是麻辣的，跟我一样 hot。它是麻辣锅的味道。它的辣很慢上来，但是一上来会让你吓一跳。那个辣味怎么弄到腰果里面去的？你这样还蛮好吃的。我的那个洗锅泡泡浴的虾子，赶快趁热吃。哦，我比较缺脑，这个给我吃哦。没事，这原味的对。跟我之前买的有什么不一样吗？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硬。因为陈老爹说他们家的腰果都是用低温拌炒出来的，就是像以前小时候我们看阿公阿妈去炒，用盐慢慢的炒，最高也不会超过120度。难怪吃起来比较不会燥，对不对？嗯，比较不会燥。可能就很刷嘴啊，会一直想吃下去。这样热量会不会超标？要小心一点。那吃杏仁啊？吃杏仁。用门牙啃。哎呦，你敢呢？嗯。还好，我牙齿没有掉下来。他们家杏仁不会很硬啊？我其实不太敢用力啊，可是他们家还行。有一些会软软，对不对？对，这个不会。